过年你家做熏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巧娘，就要过年了。我们在台湾轻轻松松，没有什么忙年，在家乡可忙了。有个粉丝朋友留言说让我做山东熏鱼，我去大市场买了好几次，都没有买到鲅鱼。熏鱼最好是用鲅鱼，鱼要提前一天，加上所有的酱料腌制一个晚上，然后拿出来风干，就可以开始炸了。看在锅里面炸哈，炸好了。表妹一边炸一边解说，炸好味道还好，那进去味儿，要不然没滋味儿。那老辈儿炸法，不过他们都该怎么炸，怎么炸那个油。这个颜色是琥珀色，有加点红糖。表妹说现在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炸，因为很麻烦。现在饭店里只是加上料，加上酱炒一炒，就这样给你端上去了。所以原始原味的熏鱼就是这样子，基本上市面上是买不到的。在家乡会熏很多，过年来客人回锅一下，撒点胡椒粉就可以吃了。大家可以照着上面的配方来腌鱼，等我买到鲅鱼做一个完整的影片来教大家。这样的熏鱼非常的好吃。